先看一下控制。前进 WASD 互动是左键。说话 F， 蹲下是 Ctrl。哎，其实蛮简单的。奔跑是中间。切换不知道什么意思。切换的，反正。右键拿出手电筒，然后聚焦是左键，空白 ，P 是笔记。哎，这应该进去也可以看吧？对啊，应该是。OK。好嘞。好嘞，啊，好紧张。新故事，这样还有额外内容，瞄一下，干。这是要笑？你干嘛？怎么先看这个额外内容？我不知道，我只是好奇。我觉得很恐怖。可以跳过，要跳过吗？好像 Good Day 的，这是真人的、哦。对啊，真人吧。这是我说这是真人还是 AI 的？真人吧，影片吧。哦。我只是想看一下那个提案内容是啥。哎、欸，开头还可以看个小短片。可是他如果音量太小，又没有吓人的感觉。对啊，不会啦，我觉得我们玩都不会有吓。那突然出现，可能就会吓到。还是先跳过，之后玩完再玩这个。就是可以玩，好，跳过跳过。靠背。跳过。傻笑，干！等等，你先看。好的，好的。几乎看不见最暗的。啊？什么？最暗的符号？调整亮度，这样好了。几乎看不到。太暗，我怕我们又看不到东西。好。上面还有场景图。大概要按一点比较恐怖，这样。F。要声音有点小。I once had it all。我完全忘记剧情了。My palate was sated, nostrils stimulated, standing venerated.Then one day, you took everything away, but shame and pain. I'm still not sure what game you're playing, but I'm back. 好吧，突然唰一下。这个开头它就被唰到。我觉得它出来。I'm taking what's mine.10年前，十年前，作家的故事，作家，所以我们是画家吗？好像是吧。可是他出现在海岛，画家不知道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内容，没有忘记。他这次是作家的故事。就是我们，可它灵敏度好高，我想调一下，还是这样可以？这样你 OK 吗？可以，主要看你控制。哎、欸，我觉得声音可以再高一点点。你说什么声音？就是那个音效之类的。音效都是最高的，只是音乐、好 ，OK， 好。控制，
是控制，哎、欸，是控制吗？啊，灵敏度啊，看到啊，哪里、啊？上面。哦，看到了。哎、欸，慢一点。好，可以，还是有点高。假？那么低？好，这样可以。先来运动一下，跑起来。有脚哎、欸，真的、欸。看一下，先操作一下。他互动应该会有提示哦。因为他刚，我刚刚看到设定有这个。哎、欸，那我们要找东西。我们还没有手电筒。找东西。我看到。哎呦。先看一下周围。能直接出去吗？可以。It made me think of your poem.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可以旋转。关闭。哎呦，干啥？谁啊？巨石强森。巨石强森。啊，没了。那个纸哎、欸，那个信啊，那个信？他桌上那个不能碰，没有互动。哦，有没有柜子可以可以蹲下吗？不能蹲，不能蹲。你还记得蹲下什么键 ？C 或 Ctrl 吧、哦。通常是这两个。干确实，船桨，靠呀！感觉自己就要来了。为什么一开始就那么恐怖？灯在闪，通常不是好事哎、欸。我也觉得，还是我要走另外一边。干超可怕！有信有信，锁的锁的。靠，好恐怖。Dear,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on winning our competition. Let us repeat, your submission astonished us.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in our hermitage. Make yourself at home. The whole lighthouse is at your disposal. 都有期间收获颇丰。转录是什么意思？哦，可以关掉。软趴趴的纸。你啥事？我不理他。你先打他，先打他，关你啊！先关起来。我靠！啊！不会走了啊！我靠！我以为他嘎了。好恐怖！电线，我以为他流汁。你以为是手吗？对啊，我以为他是流汁。F 是按吧，还没有手电筒好按，靠北。这个大蒜不是驱鬼的吗？是啊，我记得是吧？哎、欸，什么？这个要用缩放功能？看不懂。这是什么生理哦 ？Physical。打开冰箱就知道。看点。先看一下旁边，就是水管管线。我好想现在拥有一个手电筒。The author of the winning essay will receive an opportunity to write the book on the subject in our lighthouse, accommodated especially for this purpose. 所以我们要写书，我们是作家。哦，他就说在这。对，这是我们剪下来的报纸内容。我们想要参加这个作家的感觉，说可以在灯塔里那个写一本相关主题的书。对，所以我们要在灯塔里写书。干啥？先看完这边，再去走另外一边，关个门好了。
开门啊，等一下才可以逃跑。可是我怕那个，好，开门，保持空地上的。1955，我们是1955的人。十年前，所以那个十年后我们那个什么都弄的。1955，十年后。刚不是说十年过之前，然后我们就在这了。对啊。所以1965之后也有故事之类的。啊，刚那个信不是说可以打电话来着？如果需要补给品。哦，对啊。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开通。为什么房间呢？好呗，先看另外一边。啥？啊，说是。Whole lighthouse is at your disposal. 哦，我们是女生。什么意思？他讲话声音女的，我们在自言自语。哦，对啊，他那时候不是就是一个女生吗？哦，他刚旁白好像男的。哎，不对，旁白就是男的。就是他那个一开始的出场动画。你好恐怖！不要啊！不要啊！厕所安心多了。我觉得那个镜子有鬼。靠背被我刚没注意到镜子。灯还在闪，还在滴水。真的好老旧哦。We fire 什么？有人结婚了。有人结婚了。I'm an adult, Mama. Crippled or not,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focus on yourself. I can't wait to read that book. Love you. You're.可为什么他儿子的纸条会在这里 ？I'm an adult, Mama. Crippled or not,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focus on yourself. I can't wait to read that book. 嗯，要现在去那个门，还是去完另外一边再过去？我觉得先去另外一边。我也觉得，因为要翻修。跟你啊，接电话吧。来拿福气喽，奇快递。I received the word that you came to the lighthouse. You find everything to your liking. Well, that was fast. Yeah, I'm here. I'm very pleased to hear it. Now, are you writing? What? You must understand, Mrs. It is imperative that you start your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所以我们是刚来这边之类的吗？嗯，对啊。然后那个是前。那些纸条是前作家的，是啊，是吗？我不知道。哦，有可能，搞不好前作家嘎了之类的。然后我们进到一个鬼豪宅。Now that was a conversation I was too sore before. 哎，我觉得好可怕。你看，那船桨，一开窗户突，感觉进过去灯会突然熄灭那种感觉，很恐怖。啊、哦！快不行了！要不要掉过这个？这什么罐子？这是油、哦，老鼠起司，藕泥起司。啊！好暗哦，这旁边是我们。但我觉得我们去另外一边比较好呀。对，我真的觉得会掉头，掉头，掉头。掉头那个地下室感觉怎样？看到有鬼，好可怕！那刚才信，门还不能开，就这里也很可怕、欸。这里起码是上楼啊，我怎么看地下室都比较恐怖。这里这样。是灯塔吧，可以上去顶端。Our sources say 428 entries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agency. The entry that won was surprising, to say the least. It wasn't a scholar who won it, nor someone with proper education that would give him an understanding of life. It was a sensationalist, a horror writer, and 可能他的生活很悲惨之类的。恐怖作家哎、欸，并且感觉他嘎了，该不会是他写的故事成真了？
可是那感觉好好，哦，吓死了，干嘛不能上去？那我只能无选择，只能去地下室蹲的。哎，有风景哎，今天是满月，满月，这月亮还有风挺大的啊，在海边，晚上是吹陆风哦，好像是。等下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情在那边讲这个话。这边的玻璃太脏了。我不要。看一下，如果窗户突然蹦出鬼脸，更恐怖。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看你啊，灯在闪。灯在闪都没有好事，我觉得。好恐怖感。我们挺高的，感觉撑不平。我觉得我们出去，然后就砰砰砰砰砰。好恐怖声音哎，是吗？我不知道。干你啊，傻小！刚从那边磕了一下。我先看后面。太可怕了，这真的是恐怖游戏。刚从那边空一声。哦，这个拍子不是拍子，这是扫把，这是发电机的声音吧？风扇哦，恶心！哦，这个发电机啦，还是觉得很可怕。可以关掉吗？很吵。哎，关掉更暗，还是比较关。看只能看这个。Look, I'm aware of the rat's presence, okay? But nothing can be done about it. They've been on this island as long as anyone can remember. 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没有被麻掉。没啦。应该还有，应该要触发某个机关。后面有东西吗？不能跳。好可怕！我感觉上去会被吓死。我也觉得、欸，因为楼下没东西了。看你啊！哦，我的影子！我刚走，我刚走出来，我以为什么都滴一滩下来。是我的影子。看你啊，灯熄了是不是？哦，没熄，它只按的比较久一点。你这个狗物哎！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仔细搜索一下，还是有什么东东改变？哎、欸，他刚才说老鼠，所以我觉得那你可以互动了。哎、欸，哎、欸，老鼠帮我们打字哎、欸。来了来了，靠北，怎么了怎么了？那个声音，干，刚刚啥小声音？啊干啊，就这样，然后又要出去看了。对，人家刚刚工作哎、欸，我可以先睡个觉吗？对啊，沉淀一下。出去没好事，我觉得。一定要先看左还先看右？啊！傻小，干傻小，听起来像是门解锁声音之类的。另外边那个门。干你！你不是不会怕恐不会怕吗？还是有点怕，好不好？门开了，我觉得那个花会掉下来。哎、欸，老鼠，好多只老鼠，关门！欧伊，欧伊，欧伊在里面吗？土豆没吃完，难怪长老鼠。这不是前面那个预告片那个有点恐怖的东东？对啊。哦哟，我觉得那个花要掉下来。我觉得蹦出一堆老鼠之类的。要碰那幅画，我可以不要碰吗？他就
以不要关门吗？观察一下周遭。土豆，哦、土豆，我叫大家就变了。看来有人要关门啦、啊！来了来了来了 ！Might as well make some good use of the phone while I'm here。哦，他要我打电话。我们刚不是前面才接过。Hi, darling. I'm calling to let you know I'm here. Can you believe the agency already called to see if I was working? That's insane. Did you at least have time to settle in a bit? How's the lighthouse? Inspiring? Spooky? Haunted? All of these things. I was just looking around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How are you? Do the meds work?我们是妈妈。哦，妈妈是作家，然后我们是妈妈。Well, maybe you're right. I should probably get to it then. Bye, son. 那我们听声音，我们蛮年轻的。Love you too, Mama. 嗯。好。有变吗？蒙娜丽莎。因为刚刚那几条，你打鬼片哦？啊？打鬼游戏哦？没有，我们是被鬼追的。看看另外一个房间，还是锁着？我觉得可能要回到那个继续工作了。完嘞？有吗？对，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到一半又被打扰了，然后又起来了。哎、欸，我们直接睡着了。哦，画家的故事。发癫了，好可怕、啊。I know how you must feel. 他的那个氛围很恐怖。Alone, hopeless. 目前我觉得还。You probably deserve it. 目前我 But even for you, there is still a way. 我觉得那个画会吓我。A way to bring it all back. 他是，我觉得他会。The one precious thing you ever truly desire. 他不会让你觉得要被吓的时候吓，他会让你。Finish it.道林格雷，道林格雷，道林格雷，不知道哎、欸，这是道林格雷吗？道林格雷，道林格雷，听起来好好吃哦，这种 everyone great， everyone， 哎，跟他倒了、欸，他晕倒了，后面下面有一个女生啊。少林鬼，没人鸟他、欸。啊，等一下出去。看我都流。为什么会把酒拿进去煮？我觉得可以等下再出去。声音。哦，干吓死我！这啥鬼？给狗狗吃，给狗狗装的那个，那个。哦，知道，知道。干什么声音啊？哎、欸、哎、欸，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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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生，她、欸、这样随手这样一撒，不是啊？现在这是哪里啊？玄关的感觉，不是啊？啊，我们怎么我们不在灯塔里面吗？对啊，换下切到下一个故事的时候，啊，所以作家那个在干嘛？可能这两个故事会交替讲吧，可能交替，可能会让画家和这个作家有联系哦，不知道可以用撞了吗？可以耶！喵七啊，喵七啊，画家的房子也有喵七、欸。这个好大哦，这个要探索。这下雨，要被刷洗啊！这好像有东西放在这的，这消失了。直接把衣架放后面啊，很不方便。没啥东西，
天波耶，我觉得他妈妈回来就吓我。这是什么鸡哦 ？Whisky。哎，我来帮你看一下哦。对，是 Whisky，OLD Whisky， 老的 Whisky。还直接用甩的。对。哎呦，那个。他刚才的鞋子，那个小鞋子也是用甩。我有看到。甩。滚轮，没用处。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cease bothering our pest control specialists, as well as refrain from sending us any more of your highly inappropriate letters. All of our employees that visited your house reported absolutely no signs of a rodent infestation. Oh, we hired people to inspect, and no one answered because they couldn't catch rats. Then we just saw a bunch of rats. Please treat the rats as a final warning. Just rats just stay in our final warning. Or else.The next envelope you'll receive will be from the lawyers. They thought we were harassing him. Mr. He's a man. Yes, we cut to the artist's perspective. Just now, he was the artist. Yes. And now, the artist is a man. Here, the wind is very big. Let's look at the door. Or let's go from here. Yes, I'm going to. Huh?他、啊、可以看后面哦，不行。我以为可以像索马那样全方位展示。我觉得其实窗外风景蛮好看，至少没那么恐怖。要不要先看另外一边？桶子还有香蕉。还有骨头哎、欸！快点直接进去。Figured you'd be up all night, so I made you a little treat. You know, I bet even Rembrandt occasionally took time off from being brilliant and snored his head off like the rest of us common folk. I know. In other words.Get some sleep, you big dummy. Dummy. You big dummy. I love you. 我刚才在等他念那个音。哎、欸，我也是哎、欸，我也在等他念哎、欸。我刚才等他念最后一句 ，big dummy。Big dummy。哦，好安静啊。没了那个雨声。哎呦，这是他自己画的吗？还是他买来的？感觉是买。看来我们画技不错。他很爱画食物哎、欸，难怪老鼠那么多。颜料应该是自己画，什么声音？吓坏了！为什么要空气清净剂？哦，太臭了，很多老鼠。没有吧？他拿一堆苹果和酒啊，为了要画画，可能画苹果，然后借酒消愁，然后空气清净剂是那个苹果烂掉要喷。就确定了？应该吧。这个的声音吗？不是啦，你怎么站在餐桌上？哦，是什么？来看一下。Lots of flavor 香料。哦。上面那个 P 的那个是什么？它不知道。Paprik。它感觉是某种香料的名字。Paprik。那好像那个鱼饲料。哎、欸，真的哎。该什么玫瑰盐吧？玫瑰哦，玫瑰盐。哎、欸，苹果。这是他那个画画的苹果吗？十颗苹果，然后对，可他画的好像马铃薯。他这个有解谜吗？应该有吧，我其实也不太记得，我基本上忘记了。这是花，玫瑰花。刚刚有声音，我就下一扇门不甚友善。有没有什么橱柜有东西可以拿？这是古老的抽油烟机吗？而且我们比抽油烟机还高哎！对啊，这看起来是香菜哦，这是那个你要加什么自助式的这样？对，大蒜，就是你要吃什么就自己扒一片叶子。对啊，应该是香料吧那种。老鼠，哦，老鼠，这个看起来像不知道大蒜，
这个是香菜还是青菜、啊？是香菜。香菜。不知道，有些可能是西式的香料。西洋芹。妈的，老鼠都打翻土豆。哦，土豆。你把灯拉掉。哎、欸，等等，突然想到一件事。什么事？干嘛？偶一去跟其他老鼠那个打招呼。然后如果需要你，你就要出来放。我就这样，等一下大叫一下，我们就被你吓醒。啊，这房间没东西。苹果。出去了，感觉出去没好事。来，偶一先帮我挡一下。我们要先从门缝观察。啊、靠呀，这另外一边。门缝开一点。我们家里漏水，可不可以先把椅子移开啊？感觉会湿掉。什么？这是啥？我们刚刚有看到吗？吓死我了！现在、啊、休息中场，中场休息。哇塞，演唱会啊、哦！演唱会啊、哦！蓝色，蓝色演唱会啊！哎呀！啊！啊！继续，我们醒来了。哎，你不要醒来，我还要打拿你当挡箭牌，快快快！好嘞。这是一个男 man， 蒋介石哦，蒋介石，用扔的，他很嫌弃这张照片，不是，还有这个。Some call him the new Caravaggio， others call him the Van Eyck。卡拉瓦久，卡拉瓦久。Critic who wished to remain unnamed went as far as to invoke quote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Leonardo。还有图标。Anyway you slice it, the exhibition proved an immense success.Distinct style has been praised for its unique combination of Renaissance influences and more progressive techniques. The artist himself attended the event with his beautiful fiancée, looking stunning in her black gown, revealed to us exclusively that the couple are indeed expecting. 关闭，随手一扔。哦，他会不会一个紧张把偶音捏爆啊？我觉得有可能哦。要送大半钟。大得头，大得头，大得头。呜、哦，现在几点？十点。应该是哪个是哪个是时针呢？不知道。不知道哪个是时针。应该这个是时针，因为接近中间。它怎么只在中间？对啊，因为这个金，但是这个如果是时针的话，这个。分针都快到这了，他还在中间。不要管他，感觉他不重要。他很爱用扔的。哎、欸，旁边有东西吗？先看这个。I'm sorry for yesterday. 我以为是血迹耶。I overreacted. 应该是颜料。It's just that this isn't about me. It's about her. Everything I do with her best interest in mind.I guess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in an imperfect world, it's worth it to strive for perfection. Now I'm starting to sound like my father. I will work on my temper, though. Promise. Big dummy. We'll talk later. My happy dummy, he's 反应过激。妈的，骂我 big dummy！ 你骂我 big dummy， 你才配得上你。这个，随手一扔，他好像还在生气。哦，可以开一抽，有没有手电筒？没有。哎、欸，这個，我们之前有那个玩具耶、欸？有吗？我们之前没有那个玩具，这好像是一二三四是啊。
愿望。哦，你怎么起来？你还帮我挡键盘？我们有养狗哎，先是套狗的，再来是这个箱子。Puppy 是吗？它的名字 ？Popiel 怎么念啊？EL Poppy 哦，就叫他波皮哟。我们的狗狗叫波皮。先走这边，因为门是开着。好多东西哦。看这个水，感觉没关水，大事不妙。这水蛮浪费水。哇，波光粼粼。门后有没有？没有，开门。如果我们要逃跑。他妻子的一些化妆品吧，洗澡间，梳头房。哎、欸，有柜子。看。啊！哦，冲马桶啊！他展示了一手我们家的贵族马桶。干屌哎、欸！把最老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呀、啊，还要拉上面的。对、啊。那个感觉会砸死人的水箱。声音。夹子，我们是独行侠吗？我们有脚啊！哎、欸，真的，哎、欸，没有哦。我们，该不会我们妻子是个残废？哎、欸，对啊，哎、欸，他不是说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把他妻子夹子扔了。冷静。这种罐子。这是什么护肤油的感觉？是什么油 ？Snake oil。Snake 蛇的油。脖子吧。脖子哦。哦。我以为是蛇的油哎、欸。哎呦，头挡住了。刚好。另外查一下，答案九月的话可以。妈妈缺钱哦。How did they fuck up the length? 哦，对呀、啊。他们怎么会把尺寸给搞错？我们刚很生气耶。再听一次。那我这是我们自己的假肢啊！那我们就算把自己假肢丢掉哎。可是，膝盖啊。哦，该不会我们另外一只脚是装上假肢的样子？他是说膝盖假肢啊。对。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穿长裤，所以看不出来。靠！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假肢扔掉哎？你看，你听啊，很生气，你听。How the hell did they fuck up the length? Fuck the width. 哦，因为这件事暴怒。然后缺点他。我以为是骂他 big dummy 而暴怒。该喷你了吧？什么九月可以吧？嗯。干不输家。娘彩会不会讲？怎么样？啊？我们去领发票。好啊。然后我们顺便买面包好了。现在哦。对啊。可以等一下吗？啊。这个我去领金华发票先吃。你有看一看？好啊。吐司啊，香蕉啊，没有，然后拿面包。5553825，快速高效。你先干嘛？Kill rate， 这是那个杀老鼠的啦。我以为门口是老鼠起司哎、欸。哦。啊，这是幼儿要杀老鼠的毒药、欸。我看完这个房间再去。不输家，我想去踩。傻笑。这下要重新设置陷阱了。好嘞，先把我关在这。你录音要暂停，开始录制。好，继续开始我们的。捕鼠夹，你录了吗？录了。哎，开始看。哎呦！开门。感觉回来后就没有那么可怕。对。真的吗？你有这种感觉？没有，我觉得你还是恐怖。上面
上面我记得一点剧情哎，上面好像就会开始下雨。真的哦，嗯，完全忘了。我觉得，哎，这里还有，这里干嘛？你要先换吗？啊，没事。可以哦，这是地下街。嗯，旁边的门呢？有纸条。I didn't touch the workshop, just like you asked. Although I can't imagine the mess that's inside. Also, if you care so much for that room, maybe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where you leave the keys. I brought them back to your office. 哇，太好了，太棒了！可能我们主角脾气有点差，暴怒，所以他不敢碰我们工作室。好像他说要拿啊，要死。哎，走啊，去地下室。地下室还楼上？你说楼上会不会下、啊？那我就走。开到方便逃跑。我们其实真的蛮高的耶，都可以撞到这个链子。要是我们可以跳的话，跳一下就撞到。可是地下室好像也会被吓。看，我记得地下室会被吓。看，这场景看起来就不太妙。超速！看超乱的，谁家长这样？还没有手电筒。什么？被老鼠打破了。看，我记得这里会被吓，我好像有印象。我觉得椅子不太……那么多布盖着，感觉就没好事。是谁啊？这是佛祖。这很像什么古罗马战士？罗马战士就像阿罗好了。现在几点了？整点。不是在棒秤。我看了几秒，然后怎么没有时针？我刚才只是想说，你在看棒槌干嘛？我以为是时钟，直到看到上面，干什么声音？我刚以为是时钟。我想说你在看棒槌干嘛？就是想到他没有时针，然后看到那上面啊，干是棒槌。那老鼠跑过去吗？那怎么会有烟？我也不知道，真的好乱。找钥匙吗？找钥匙。找钥匙。笑死！我们画了些什么？这是一个肖像画，这样看。妻子哦。可能吧。嗯。颜料没关，很浪费。还没盖起来。这是钥匙啊，不是。成绩单，体育课才给我请假。嗯、我们有孩子啊、喔。我们艺术很强。哎、欸，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女生啊？小妹妹的鞋子。我们是不是有小朋友？对对，有小朋友。对，小朋友遗传到我们呢、欸，艺术很好。怎么还有一次失常？艺术失常，扔掉。什么声音？好暗了、哦，哎、欸，钥匙在哪？桶子里。钥匙在哪？我们把这钥匙丢哪了？他不是说应该来这边找吗？应该是吧，再仔细看一下，搞不好有漏洞。你觉得灯那边闪得很诡异？对啊，看一下那个桶子。
我觉得这里也很诡异。需要谁在拿？哎呦！去看房子，去看房子，过不去。好像没有，那可能不在这吧？可能楼上吗？我们现在楼上还没开。我们还不能跑，可能某些特定时候才能跑。可能被追的时候。对。再看一只纸条，搞不好有事。I didn't touch the workshop, just like you asked.Although, I can't imagine them. 办公室，我们办公室在哪？可能在楼上吧。那边是厨房，这边厕所，那边是仓储。我是去楼上。我们看一下画。地球仪。这个主题是画嘛？搞不好有线索。这是石工宝宝哎，石工 baby， 这个坐在机甲里那个石工宝宝，哎呦，肥巨婴哎，成群结队的巨婴，是爱神丘比特吧？这些画都是名画，应该是吧？这我都不太清楚。好丑！我一直很喜欢他的窗外造景。豪宅也太大了。Been working all night. Don't wake me up.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看来这是我们的房间吗？好。用到了啥 Might not be a household name yet, but just give her time. The incredibly talented multi-instrumentalist gave an astounding performance last night, winning over even the most ardent naysayers. Quote, she was simply astounding. I haven't seen such passion, energy, and skill in years, stated famed pianist Daniel Richter. He was not alone in his praise. It seems even Anthony Giles, one of...harshest critics has finally seen the light. Giles had previously made disparaging comments about the artist, stating, quote, there's more to performing music than enthusiasm and a pretty face. When asked if after witnessing last night's performance, he regrets these words, Mr. Giles gave us a look t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a mixture of awe and embarrassment. Pressed for an answer, he simply said, yes. We caught up with the star.关闭。看起来像一个妇女。拿错了。来，演奏小提琴。啊，柜子里没东西。算了，他还自己慢慢关上。橱柜都坏了。有线索吗？麦当劳？是麦当劳吗？他怎样呢？看麦当劳戒指，真好看。这是我们房间还是妻子吗？Wooden bandit 绷带，该不会是我们房间？然后是脚要缠的绷带。拐杖哎，这是我们房间没错了吧？对啊，应该是啊。Sorry, couldn't sleep. The leg's been acting up. 我们不是没有腿了吗 ？Figured I might as well do some work. I love you.
进墙壁里。嗯、他跟他妻子的房间啊，干还漏水？欸、有时间请抓老鼠的不如来修一下这个漏水。蜡烛。The long-awaited opening of the Galactic Department Store turned into hell on Earth when the building's wiring burst into flames.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visitors managed to reach the emergency exits in time, several unfortunate attendees were trapped in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having no chance to escape the raging inferno. The exact number of casualties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although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a dozen people have been severely injured. The owner of the Galactic, Ronald Sheffield,has so far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oday's tragic events. 嗯，镜子破掉了。香水，这是巴黎香水吗？喷喷。旁边还有吗？没了，这边看过。钥匙不是放在这房间吗？办公室。哦，办公室啊。那个灯熄了。啊！我摔破酒瓶了。锁住！感觉里面发生过什么大事才锁住。火山喷发。这感觉不妙。我感觉放下去，它钢琴会突然自己弹的感觉。干，我就知道。不是自己弹，他这样关起来了。哎、欸，这是那个跟那个作家的有关。对，那个作家的那个，我觉得这幅画，等一下会变恐怖的感觉。嗯。这首书，古英文看不懂。过去，这是办公室吧？哎，那幅画，感觉很恐怖哎。钥匙没有放在这兒，它放我桌上了。Let me ask you one simple question. Have you completely lost your goddamn mind? I know you're going through some rough times right now. I really do. That's why I've agreed to let you do those illustra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for old time's sake.I even 这该不会是那个委托那个作家写作的那个人 ？To be something you can draw in your sleep. What I didn't expect is to get this demented nightmare fuel you submitted for a kid's bedtime story. There is no way in hell. 出版社啊，搞不好 I already regret 这个出版社请那个作家做，然后请这个画家画插画。Get your shit together. 作家是刚刚那个女作家吗？对啊，然后他是负责。画那个插图，就是图文故事那种，不知道，看不懂，看得出来他很生气。一大堆画笔，先不要去看了，感觉恐怖。哦，钥匙，感觉拿到后就会发生变故。嗯，他去玩的照片，还有马，就是他画那个插图，对，小红帽代言。好了，他觉得太恐怖了，不能出版。这怎么看都有问题，等一下再去看。I'm sorry, I'll make it up to you. Tonight it's all about you and me. Let's make it special. You. 我觉得语气越来越怪了，我觉得等一下会很恐怖。我觉得，而且字越来越怪。
圆蓬头。看呀、啊，先看一下角落。他有那个刀哎、欸，哪里有刀？是那个墙壁上啊。墙壁上有刀？不是啊，就是刚刚那个宝宝的那个，感觉你拿起来就有事要发生。哦、先看一下角落。好了，该去碰那个东东了。我觉得他会把画割下来之类的。看，他根本就很眼睛，感觉都在看我们的感觉。就作画手法没有啦，感觉特别突出眼睛，其他部分都模模糊糊，就眼睛特别突出，然后感觉像在催稿，让你赶快画画的感觉。嗯。有点像猫头鹰的感觉，有点、欸，是枪哎、欸，啊，没事哦。那个枪感觉是可以拿的、欸，不能，吓我一跳，拜拜您嘞。感觉女生才有鬼，感觉出去就，我们右边还没看完、欸，等一下再去。我觉得右边有鬼。这个有变吗？女儿房间，我想先看旁边。我们画的是我们刚那幅画是他啦，什么意思？是吗？我不是，我觉得刚那幅画很像他。不是吧？找到差那么多。Why pink? Why pink? 感觉是这爸疯了。就是他疯了，这边脚啊，我也觉得画的那么好看。我研究一下他女儿。他妈是不是嘎了？可是这我不知道。不知道哎，感觉有含义又感觉没含义。对，感觉是没含义。对呀、啊，本来是以前他们三个很和睦相处嘛，为之后做铺垫。哎，啥玩意？我先开柜子。Hush, Daddy's here. 你傻小，是不是要摇摇摇就会出现什么之类的？没有吗？哦，那是叶子，没东西哈。那个宝宝的时候会过来。拜拜。感觉随时会出来吓人的东西，我好在意那幅画。接下来要去哪里？钥匙啊，我们有钥匙，去开我们的那个很乱的房间。干嘛的？兄弟，别吵！整点了，整点。现在几点？大概三那个三点整，早上还晚上？晚上三点整。哦，因为他前面说我们睡不着，解锁。那是不是很恐怖的那幅画？哎，顿了一下。他门后有没有鬼吗？来了来了来了！我觉得我现在快受不了。这是挂在上面的画，对啊，还被老鹰叼走了。
没穿裤子就被叼走。洗完澡换衣服换到一半被叼走。No, this is private. 要送，这本书会讲话。是在画自画像。这是女儿画的。因为女儿不是有画那个树。分析一下，感觉有蛮多含义的。这是血吧？画笔但是画出血的感觉，感觉有些含义。然后又是画像，有声音。你把它扯掉。这是松酒吗？他很爱喝酒。我感觉会有钥匙开。对啊，不然为什么要设计的？这次把它弄好，这次把它弄对。我们可能一直被说话的难看，然后有点精神崩溃。你上，坐我身边。脱离远一点。好了吗？场景坏了，坏了吗？然后场景有坏，是啊，因为刚顿了一下，然后光有变，迷茫，你自作自受，完成它。抽象，现在好抽象，我都看不懂。确认没有遗漏。No, this is private. Two souls, so passionate, so talented, and yet they wanted to build something so ordinary. A home, a wife, a family, peaceful life. Betrayal of everything that made them both artists, and yet.这次把它弄对。大厅没了，干锁住了。啊！这个可恶的人，又是这幅画。感觉要计划哎，婚礼圣卢克小教堂举行。圣卢克，圣地亚哥，圣卢克。我们把信收起来了，他这次没有回到桌上。对，下一个吗？就锁，瞬间关门。哎，里面有东西。什么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什么 ？Dorian Gray。什么 Dorian？ 哦，前面有提到那个什么格雷是吗？哦，什么什么格雷来着的？什么贵？对对。这个书我们也收走了。他其实喜欢顺手偷东西的哦，不干净的小手啊！观察物啊！
我没动欸啊，自己关的。是吗？黑哥。哦，走一千步。We are truly thrilled to hear that you accepted our humble proposition. After discussing dates with my colleague, we find this date the best time to open the exhibition. We need time to set everything up. Oh, we need to bring a piano to our gallery will be no small feat. Then, 钢琴就是我们二楼放的那个钢琴，还有墙上那堆画都是要参展。我办了一个展览啊，各位要来看。特别宣传一下我们展览。这张纸也收走了。这是洛梨，还有苹果。那我也来讲。好、啊，又要出去了。张小，看长毛变。这是参展的那个画廊。我们出房间就到参展的感觉了啊，这个设计吧，这样好像在看展览啊。就是我、哦、这些应该都是我们画的吧，这幅在闪，感觉有，我觉得它可能都有一些含义，就这幅只有这幅在闪。金马奖哎、欸，我们得奖了，真的哎、欸！原本女生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good painting。出现第三次了。The work doesn't start with the brush, just like family doesn't start with marriage. It starts with canvas。觉得有点太有点画到变得有点心理怪异的感觉，画画的。傻小，好抽象、哦。我们都收走了，我们很喜欢。哎、欸，拼图，我们要找到一大堆那个画。嗯。那个画有点像我们一开始在创作的那幅画。就你有印象，我们画风也是那样。嗯。哎、欸，有写字。第一步是最难。I ca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wore these. Last time I could move freely.开始喜欢顺手偷东西了。下面压了一幅，这是我们办公桌拍的那个照片，是吗？你还记得吗？我们办公桌有一个场景的照片。我觉得正中间放个画都没好事。我也觉得，看那些，讨厌，骨头，冰拉骨，冰拉骨，冰拉骨，墨汁。少了什么？哎，这里变了、欸。原本不是放鞋子的吗？原本是书架，类似书架的东西。
靠呀，好猛哦、喔！干，我们只是转，因为刚箱子锁着，我就想要去找钥匙，然后这个就变了。哎、欸，这是门哎、欸。对啊，它原本是柜子啊。哎、欸，这切换的好猛、喔！哎、啊，故意用个锁的箱子，让我们去探索房间。现在是要出门的场景。哎呦，这是柜子。要关门。所以他 ADD， 所以现在你，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就是让你想说要去找东西，然后就切换成要去找的场景，是吗？对啊，因为刚这里是书柜嘛，我们就是开了书柜，然后走过去开宝箱，结果宝箱锁着，然后这里就变了。哎。哎，是同一个房间呢。对啊。但是这里比较乱糟糟，所以我们要在两个同一个场景、不同的地点找钥匙。啊！不好意思。拜拜。拿了东西，瞬间就回到刚的地方了。我靠，超屌的！哎，我还想到什么，一转头箱子就在旁边。我去看了美好事。啊！我就知道场景会变。先看一下是啥。人不见了。对啊，而且是融化掉的感觉。嗯、那里。永远不要忘记，我没忘记。Tiny bit to the left, yes, just like that. Hold that pose. I want to get all those lovely curves just like that. Round. I'm not that round. 哦，他在画他老婆，然后老婆觉得他太胖，容貌焦虑，明明就很瘦。先去看一下这个门能不能开，不行。探索一下。你说先这里，你要到哪？啊，我想到下个房间再。好。觉得这很长。那原来这。出来吧。休息。哎、欸，直接回去吗？应该是。还是能在这存档。游戏性。有刮、哦？有啊，有慢慢刮。刮吗？应该就直接可以。有。